的先发名单，海洋大学金敏珍、吴在卷、吴向全、包拯跟中锋李向健，台大陈敏阳、江广谦、周玉腾、王福耀以及林君豪。然后呢，他在控场的比例啊，又能够打比较久的时间，所以让球队当时并没有太需要二号的控球后卫，因为 maybe 打的是四号、五号。然后呢，到了大学的层级之后呢，往下转，可能打到三号或者是二号。那这也让球队在这层当中，其实他们对于控。弧顶，三分卫一步的距离，包拯。球队一定会做到擒收的这个环节，所以也很快的就会发现，他如果是在正中担任射手的一个角，快点出界。王福耀踩进三分线那一步出手，周玉腾抓进篮板，脚步两次旋转，好球，好球。就会比你在高中时期来的这个队友，即便你天天一起练，但是呢，感觉像上场随时可以。哦，这次看陈敏阳在三分外利用一些无球的跑动来增加队友进攻的空间，增加自己投篮的机会。对，这种就是双赢。你除了无形之间让队友内有很多二波三波的一个篮板球的一个机会。哦，这球高难度 top shot， 这小敏其实都不站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。Finger roll teardrop， 在比较尴尬的位置收球发生了失误，现场少打多。他一打回防落位落得很快，哇，黄一步投起之后，金亨俊进加入台一大之后，他被李伯伦教练赋予的任务就是，我们看一下这次绕过了对方的防守，也相形之下比较容易。而且其实以常人来说，移动190公分的球员左右，他的重心算是蛮低的。对，顺承上场，其实在内线没有太多的主宰力，相形之下，整个防守的重心全部都移到包拯或者是朴向全的身上，他们在进攻上面就会比较吃力。对，哦，好球。陈怀安他做到主控，你去对球打这一种 high pick and roll 的时候，他有很多传球的一个创意跟视野，甚至他能够15。这次进攻上比较卡了一点，再往前决定自己出手。我认为这就是比较可惜，可以再去补强的一个部分。这两天的比赛，因为陈敏阳他个人的三分线能力不错，比是一个比较基本的要求。但当你两次失误才一次助攻的时候，这代表你进攻效率可能是理想值的四分之一。不过因为整个台大他们在球员名单来说，同性质这种机动性，这次绕位非常漂亮，给球球的一个空手切，张广前最近 fire up， 只有一个点的时候，你五个人都能同时启动，你就必须要带动五名的防守者同时都在做轮转。哦，林君豪在空中啊，飞人手也会随着当然你在防守的一个比重或者强度去消耗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整个球队的一个防守的一个系统，你的35秒，哇，直接传到了对方手中，但是这球反而救到张广谦，来拦一下抛投，还是过框不入，直接 coast to coast 一条龙杀进篮底下。李成宇的处理，如果能先去做到一个 floater 的话，可能效果会更好。就是脚步踩的非常的灵活，进到篮底，最后李成宇低手上篮，高后带来了日本职棒野球啊，在今天呢还是会照常为大家服务。那特别汉阳大学，让我其实第一天我就想到是好的。第一个，他们五个人都在跑动，而且刚刚可以看到前一球 play 虽然失误，但其实在弱边原本有球员想要从底线绕过来，但看到两人在名单控球组织的任务。啊，这底线战术其实蛮成功的。刚刚看到第一个跑位的大部分的人会以为第一个机会，刘良俊在右边的40度角，左边的40度角，再来一颗，一颗接一个。包拯 wild handshot， 哦，他不管是坐在下，其实如果有机会，因为包拯毕竟他是蒙古的交换学生，然后又在韩进攻接机回去到14秒，曹勋章 off dribble 之后直接长驱而入，这边也用一个外围的横挡 get， 收球的时候比较大意了。2-1，现场 Boston 在空中还有一个对抗的能力在，哇吼！哇，这身体数，所以我相信他的一个可能要转型的时间，可能要再往后拉。刚才保护住防守篮板，
第一时间已经攻进了进攻的区域，张广贤的三分哦，打得很绝对合理啊，因为其实篮底下的队友也抢去了可以抢进攻篮板的位置。哦，好球！这球朝，但缴了学费有学到，那还是好学生。哦，对，最怕缴了学费还没学到，就是。哇，包射！周日腾左手上来的手去创造出来自己球队的一个投射的机会。每一节都有得分的球员，还是要给曹春香。蔡江汉试了。哦，这一球非常的刁钻哦。他如果要打二号的话，他可能要有一个习惯是，他拿球不能第一时间是先看篮筐，要先看队友所在的位置。目标，因为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欲望、有想法，你打的才会更有破坏力。那当然，我伺机而动，我一看到有补防的球员，我就要提前去送球，这样就会让其实你在整个球场上的一个价值。哦，好球！好球，周日腾转身之后，吴在炫，吴在炫在空中啊，不对抗，似乎形成了63-63的平手。曹勋章再度撕裂对方的防守，换成左手，哇，结果是周日，也可能不是那么合理。这边一来也让台艺大最后的分差是3分，66-63，在最后的1分钟挺住了汉阳大学的反攻压力。